62岁癫马曲线勾魂，激昂嘅音乐，特别嘅灯效，冇华丽嘅舞台同戏服，巴黎癫马 Crazy Horse 就以灯光展现女性原始嘅体态美，而红足60年啊 ！Bonsoir, Crazy Horse is over 60 years old, but runs like a teenager. We hope to see you in Paris or in Hong Kong. 呢匹癫马今年9月就会嚟香港，但系要原汁原味嘅演出都系嚟巴黎总坛。今次就带大家深入巴黎癫马嘅后台，舞蹈团里面人人系主角啊！舞蹈员要熟练每隻舞同埋位置，佢哋每日都好用功练习噶。走到化妆间，睇嚟已经准备就绪，系时候 show time。新加入嘅癫马女郎只会被安排喺群舞时演出，每年有超过500人想成为癫马女郎噶。除咗好武功，女郎嘅高度啦、腿长啦，甚至乳头嘅距离都有一定标准啊！喺 upside down 里面，舞蹈员同镜子共舞，手手脚脚甚至屁股都冲击住视觉。虽然癫马女郎大部分系真空上阵，全部系艺术性演出。你话你觉得色情、淫亵、咸湿嘅，其实系咪你自己啊？